老板，鱼你咋买的？5块钱一个。你咋买真贵的？不贵，只要放你看。嗯，就拿这个。别。嗯。还是这样卖的快呀。这年轻人，我操！啊！这个老六，我真的服了。哎呦我去！哎呦我的妈！社会很单纯，单纯。走。我和你是人呢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走。老公，老公，老公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迷眼睛了。哎呦我去！走、哦。缓缓的春风迎面吹，桃花朵朵开。哎呦我的妈！玉米5元两个，10元三个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没有套路的，没有套路。可以，先来5元的，好，再来5元的，好，还是这样卖的快呀？有人，哎呦我的妈！老公，你在看什么？哎呦我的妈！这点好真不错。你干嘛？我以为是我老婆呢。你自己有没有老婆，心里没点数？不好意思，我认错人了。别走，我要听回来。想占我便宜，门都没有，哼，什么人都有。西瓜10元两个啊，是的，是的，也这么便宜，我挑大的啊，随便挑，随便挑，给你10块钱。等一下啊，找你1元。这男人不识字，还找我1元，还是这样卖的快呀？一、二、三，哎呦我的妈！咱俩聊个吃全，坐。哎呀！啊有人，哎呦我的妈！哎，大哥大哥，是你大哥？不是，不是这样的。我打电话咋咋呼呼的？你钱掉了？我的是10000，怎么只剩8000了？你的是10000对吧？是呀、啊。那这8000不是你的，不找你的钱吧？家人们，你们说我这样做的对吗？对的话支持一下，好人一生平安。有人，真是高手。有，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啊、有人。哎呀，哎呦我的妈！
你这人真没素质，大白天干这事。你干嘛？我玩手机呢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什么人都有。知道错了吗？知道了。错哪了？昨天晚上你出去喝酒，我不应该给你打电话。下次还敢不敢？不敢了。说点我爱听的。你是我这辈子跑掉鞋底都追不到的女人。小兰娜，这是高手。走开，走开。你娶我吧。不对。我爸娶你也不对。到底怎么读呢？你永远也想不到。有人小炒便饭。不对。小便炒饭。咦呀。不对。那怎么读？你慢慢想吧。我给你一个，别犯了。What? 啊！你别笑！啊！给我！长凳子。对了，第三个。榴莲。不对。臭豆腐。不对。啊！对了。有人。你干嘛？我以为是我老婆呢。你自己有没有老婆，心里没点数。不好意思，我认错人了。别走，我要亲回来。想占我便宜，门都没有。哼，什么人都有。哎呦我的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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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。